大家好，我是魔术专家年历人。今天我要推荐这一瓶纯净自然的小分子水，就要能量水。这个水呢，不需要任何的魔术就可以做出惊人的现象。仔细看，把瓶盖打开，然后倒在这个碗里面。来，请看哦，这些水呢瞬间凝结变成冰沙，看到了没有？哇！想知道这些水怎么变成冰沙的，请上网搜寻就要水。